说能不能别再哭了，我知道你心里有点难过，但是你都把一包纸巾都抽没了。我儿子出国了，不哭两声不行了。你儿子只是出国而已呀，不至于哭成这样吧，差不多点就行了。而且就算是视频不能解决相思之苦，那你可以坐个飞机去看他呀。别伤心了，嗯，是好事儿啊。哎，我们这去哪儿啊？你走错路了吧？这不是回家的路啊。你甭管，你们老骂我，我找个地方把你给卖了去。行啊，我倒是看看谁这么大胆敢买我。